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家河镇的救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已经马上要出锅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牛肉面中的经典的辣子油、牛肉粒、香菜、葱花以及牛肉汤，师傅们正在抓紧的制作当中。今天大概要做多少碗的牛肉面，然后来帮助咱们这个村民还有工作人员？我还没有预算，但是我拉了很多，可能是1000斤牛肉，将近50袋面，多着呢，我也不知道能下多少碗，到时候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们的拉面师傅把拉面也搬到了现场。临近冬至的甘肃，气温相对较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兰州牛肉面对于当地的村民以及工作人员来说，不仅仅是温暖的他们的胃，更温暖着他们的心。